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昨天是2月2号，龙抬头，要剪头发的日子。因为昨天上班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剪头发，今天来剪个头发，带大家来看看印度一般的理发店，剪出来的效果怎么样？还有理发店大概长什么样？那这附近是我平常很常来的地方，就在我住的附近，走路大概3-5分钟，还是算挺热闹的地方。那这里，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来的理发店，就是很普通的。那剪一次头发可能大概是，100块卢币，也就是10块人民币左右吧。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价目表，还有这里就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座位。我今天比较早来，现在大概早上10点，我平常每次来都要排很久。那我们就剪剪看吧，看剪完什么效果。可以看到他们剪头发的速度还是挺快的。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，跟他沟通过后，我已经有给他看我要的样子，看看等一下他剪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，看一下剪完的效果如何。后面看起来还可以，前面呢，稍微再整理一下。头发剪完了，还可以嘛，扎记一下。印度人剪头发大概都是这样子。剪完了，帮你按摩一下。差不多10到15分钟，它就剪好了。大概是这样的效果。这样的店其实还是挺整洁的，它的生意也是络绎不绝的，每次来都有人在剪。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为止了。